你认识长花筒啊？在丽丽那里冷，说不当真的话啊。人生的路上不知有多少坎坎坷坷，再美丽的花朵也会凋落的，把握住那时间才是最紧要的。欢迎浩浩清空，感谢什么哥哥。就像过山车，起起又落落，人生的路上不知有多少坎坎坷坷，起起又落落，嘿，都是短暂的。我那痣肯定是真的啦。今天丽丽在哪里来找到这听？今天到丽丽那里再来，我要娶你。今天到丽丽那里再来，我要娶你。朱林乐，你娶我好使吗？你提我那个长话筒就怕我吗？谢谢我霞姐，感谢。你看了我的微信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小李的哥哥。我提长话筒哦。好的，我女孩痣也在你那个位置，这个是美人痣啊，楼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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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哥，谢谢我霞姐，感谢我霞姐，大家给我霞姐点点关注啊！哇，谢谢星仔哥哥，多个主播都是你，整个一百，天生丽质的美，直播就你一个人。直播就你一个人有，有礼物是吗？什么礼物呀，小李的哥哥？遇见妹妹很荣幸，不要她的乱说话，我可好的。长话筒，一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好说话，人家都不想给你说那么多了，说那么多被你传出去怎么办？对的，小李的哥哥，谢谢你啊！我是美容的琪琪，对。还有五分钟我就开始表演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哎，我先补充一下能量啊，皮肤那么好。还好吧，不好，好奇豆豆。我是他们直播间的宝。好的，助理哥哥。欢迎我送你草原哥哥。可以结婚了，长痘痘。可以结婚了，长痘痘，啥意思啊？地址发给你。你好，熊志哥哥，你怎么给我 PK 了呀？
我看了你开的，所以你一般的情况下不跟人家 PK 呀。对的对的。我看到你开了，你能借我就不，谢谢你啊。熊正哥哥你好，熊正哥哥怎么支持我？不是，我有什么爱玩，怎么讲呢？啊？我爱玩，到处跑，到你那个，到你直播间的蹲的也很少，所以呀，我说跟你聊聊天，有时嘛，走了嘛也不跟你打招呼，所以要请你原谅。哎呀，没事，熊志哥哥。哎呀，我没事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。你这支持我这么久了，怎么说呢？真。没事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。你这支持我这么久了，不是的，好像难为情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能接我，你这个大主播能接我，说对我客气了，我感到荣幸啊。我们永远是朋友，哥哥。那是那是，但是啊，那是到你那里面去嘛，又是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啥不好意思啊？楼兰妹妹这个大家庭都是你的大家庭嘛，一起都是一起走过来的，就是说很开心认识你们，对我都特别好，真的，我没有说假话，真的，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。我现在在外面旅游，在外面旅游。嗯。哦，没在家里。我现在在安徽的九华山，已经蹲了三天了。哦，自己去的吗？我自己去的，跟我老婆两个。哦。我家小主波波嘞。自己去的吗？我自己去的，跟我老婆两个。哦、我守护的小主。热情波波了。哦，热情。守护的小组，热情波波了。好。所以讲我到处乱窜，自己嘛有时嘛打开直播聊聊天，自己听听歌，有人来嘛聊聊天，就这样。挺好的。这样混混日子。就是打发时间。就打发时间。昨天我在安徽九华山的天台也播了十几分钟，下大雨，打开直播看看这个九华山这个风景，播了十几分钟。挺好，那里挺好玩的吧？怎么说呢？来嘛，看看还可以，可以。我来过多少次是了？我几乎三个两年就要来一次，玩玩。对，就没事的时候就得多出去转转，放松心情。大概下个礼拜不去，下个礼拜可能要到浙江的普陀山去旅游去。行，哥哥姐姐们，你给我这个熊志哥哥点点关注啊，这个哥哥非常支持我，然后都是我们一家人楼兰君的。对，他是最先早支持我的。然后很久了，三个月前吧，大概几乎每天都到的，三个月后就不好意思了。哥哥，只要您支持过楼兰一天，就会是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你支持我一次啊，我就不认识哥哥了，不可能的啊，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，永远是我的好哥哥啊，熊志哥哥，永远不会忘记你。谢谢谢谢啊。好哥哥啊，熊志哥哥永远不会忘记你。谢谢谢谢。我只不过玩玩，开始这样玩玩而已。玩玩呀，就是聊聊天嘛，交朋友嘛，就是开播给别人聊聊天。我哪里有回音？我好像我开播的时候，好像你来过我直播间呀、啊。对，我去过。我记得啊，对，有一天你去给我送了那个气球雨，我只记得了，我忘记了，我都忘记了。记得对。哪有啊？就是去看看。谢谢这个守护管理，谢谢你的礼物啊，谢谢啊。谢谢兄弟啊，我们都是龙南家的兄弟。
啊，我通过今天你们这么支持我，嗯，给我点关注，我下次要多到我们这个小酒家去玩玩啊。哥哥谢谢你啊，谢谢哥哥，不用，哥哥胜利了。你们家一个小星星就可以把我压到哪里也不知道，我知道的。行，哥哥，您先玩，我八点半开始表演了。那就拜拜了，好好。哎，拜拜，哥哥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谢谢哥哥。再见。啊，再见啊。那就拜拜了，好好。我要关掉了，我这个 PK 怎么又开了，我还不知道呢。这个我感觉很用心，记忆很好。雄志哥哥嘛，也是以前非常支持我的一个好哥哥啊，觉得因为他中间的时候他去支持另一个小主了，就不怎么来我直播间了，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其实我想说的呢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只要不要忘记我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在抖音里面啊，这个抖音里面这么大，我也不可能说非得让你在我的直播间里玩，对不对？我一天就直播两小时，我在不直播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逛逛呀，对不对？哥哥姐姐们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，哥哥姐姐们走进楼兰妹妹直播间，楼兰妹妹非常开心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你俩有点像，两个人戴一个眼镜，现在都戴眼镜。你看就刚才那个雄志哥哥他都戴了眼镜。哥姐们，我开始表演了啊。我们榜一时间哥哥您在吗？时间哥哥在吗？欢迎雪域高原哥哥，马上开始表演。榜一是我的时间哥哥啊，感谢我时间哥哥一如既往的支持，大家给我榜一时间哥哥点点关注，谢谢我时间哥哥啊，榜一是时间哥哥，对不对？欢迎我胖妈，胖妈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走进我的直播间。欢迎你看我，欢迎你来看我，大家给我榜一点点关注啊，感谢我时间哥哥大力支持，一首我的主题曲我的楼兰送给我时间哥哥，大家给我时间点点关注啊，感谢我时间哥哥的大力支持，祝我时间哥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赚人民币啊。时间哥哥您能听到吗？您能听到的话你给我说句话行吗？时间哥哥，因为这个榜上我有点看不到，有的时候感觉是榜上的人有的走了，还是留着那个头像。谢谢胖妈为我打 call。是时间哥哥吗？我这边有点看不懂，看不到。哥哥送你一首我的主题曲我的楼兰啊，欢迎我雪域高原哥哥回来，欢迎往事随风哥哥，是的，好的。想问沙漠借暖一根曲线，风间披风为你御寒，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，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取暖，想问姻缘结哪一根红线，深埋生命血脉相连，用丝绸去
你走。